小李死了。哎，贾嘎玛嘎先点票。谁呀、啊？我是鹅，我是鲨鱼吧？我是鹅。我不知道的是啥？哎，我是鹅，我是大白鹅，我是大白鹅。我就站这里了。你是大黑豆。哎，我操！我操！他怎么蹦出来的？我操！谁？我以为是链子倒牌了，他说他是鹅，我 R 是摁住了。但是他不是我刀的，我是一张好人牌，但是叔叔旁边只有一个我，但是真不是我刀的，旁边还有恩姐、小李，下面是谁我不知道，但他为什么是爆开的？爆开的时候你们必须要盘那个隐身了，好吧？真不是我刀的，因为是我自己报的警，因为说你可以自己这样想一下，在饭堂里面没有任何人，我跟叔叔站一块，我手起刀落，大家刀了，我自刀自爆进来。不可能，因为我是一个好人，所以说这刀不是我开的，是一个隐身狼，但他从哪边过来的我不知道，在我脸上的我只能看见恩姐、小李，下面还有个谁我忘记了，好吧，你们得盘一下，好吧，肯定不是恩姐、小李，还有另外一个人过了。南少在不在饭堂我不记得，但是我能看到的人是恩姐、小笨、我、苏苏就没了，我过。OK， 我是跟小李一起复活，然后我走到这个娱乐室，我就在娱乐室的右边，就站了一下，然后我跟小李说，我的身份，但是小李没有跟我说。然后我走到娱乐室的时候，我是因为这个鸡腿是在南少的脚底下爆开的，但是我不知道是，因为我当时看是有看的恩姐有和小李就是经过了，然后这个腿。就爆开了，我但是盘隐身狼的话，那我就只能保恩姐和小李，还有南少，他是我能看到的，就是在现场的一个牌，好吧？但是我看那个又不像，我不知道，我过了。好，蓝血发育，我本来在那个保安室里面做监控任务，这个时候报警之前十八级进来了，他去做那个广播任务，那报警的时候我跟他在一起，他没有对我冲刀或者怎么样，然后就报警进来了，那。你要盘隐身狼的话，那我能保十八过。太医发言，我在这个孵化室复的活，我刚走到储物间，我路上谁也没看到，我从孵化室复活到食堂到储物间，我没到饭堂呢，好吧，然后就命案就发生了，我这是我的全部路程过了。朱咬笨翻，朱咬笨在案发现场。当时确实是恩姐追着小李一走一过的时候，那个尸体突然爆开，但是南少说他 R 键摁死，那我看得清楚，你那个 R 键摁死会有个小滑铲吗？那两只脚就会往前挪移那么一小步啊。南少，我怎么反而觉得你是自刀自爆啊？啊，你有个小滑铲啊，哇，我一个我打死南少，他就是个小滑铲，过滑铲他刀的，不是我刀的。啊、完事之后呢，然后他保小李双狼。反正在我这的话，我后面是老厨子，前面是医美，我有通讯任务我要去做。我当时在娱乐室有的时候有恩姐，我说哎我有个通讯任务，然后我就去往保安室走了。然后这时候医美在那个保安室门口站着，老厨子在我屁股后面跟着，也就是说我能保的是他们俩人没开刀。所以说他都加拿大了，我这边的话我他是加拿大的，他是鹅叫加拿大鹅、只有没毛病吗？一个人打蓝上，我觉得我也有点想打蓝上过。哎，医美发言，我跟你们讲一个，就是刚刚我听到了拉奇哥脸上有十八 Z， 十八 Z 跟我在发动机复活，然后我跟他去的保安室，他也有同学要我，他在那做，拿出铁好呗。所以我在临报警以前，耗子直冲冲的奔我来了，他不知道十八 Z 在里边，但是拉奇哥说十八 Z 在他的脸上，他能跟十八 Z 互保哦，十八 Z 跟耗子里边开一个会，然后饭堂里边，我想一下哦。十八岁我们经过的时候没有碰到任何人，没有人抽他的血，那就是耗子跟拉奇哥十八岁里边三个人开坏，好吧。南少我觉得他能点得出来，我不信哦，十八岁在那个娱乐室呢，不是在保安室插通讯任务呢，你要么就打死耗子，好吧，你做完了吗？过。那耗子也不为这个隐身狼对不对？那唯一没聊到谁，老厨子啊，老厨子你们谁能保？能保吗？那巧克力酱也能说出饭堂的视野，但是他说是在小乙那旁边右手边，你们有看到巧克力酱吗？你们要好好聊一下啊。
然后反正就是说如果要聊隐身狼的话就开在老厨子和巧克力酱里面，耗子铁坏进去好带职业刀啊，我在那插通讯任务呢，可能没做好，然后这没做好插进去还没亮啊，我出去接着去做。耗子这通讯任务只有一个啊，而且我在插，你不知道我在里面吧，对不对？我还没发言吧，对吧？你们看吧，我再听下老厨子和巧克力酱的老厨子的发言啊，过来。别打了，我刀的。我想刀小李的，刀错了。你们打谁呀、啊？爱投谁投谁。小李在我这儿不好，撒腿就跑。你们说耗子不好，那把先耗子投了吧。拿哨挂了谁呀、啊？我不管，我先挂耗子了。我也被狙过。这里你男孩小李发言，我就说男少你是铁爱恩呐，恩姐一走一过给他刀了汉隐三郎呢，你这从你报警位开始就错了啊！我这一直要发言发不上，我好带恩姐刀完了我要去刀他，我没来得及。你好带、我要偷恩姐，你什么好带？我好带，你什么好带？我上来就跟丽丽报身份了，我好带啊！丽丽是什么身份？你队友啊？你跟他报？我没有华彩、我通你啊！我通你、啊，通不了一点。对，而且他丽丽的身份我也不给他报走，我报身份啊！我通。我没有说小李是好带，因为我怕别人去猜他。我去做广播，我去做广播姐。耗子肯定铁坏手的，我要赶快赶上，不然这又动刀。这男少子报警位、啊。你什么好带啊，小李？我好带啊，你也好带，来来来，对一下来。对我跟恩姐走啊，来来来，我倒就他。你什么？你什么？老子一刀。我复仇啊！我一刀。完了，完了，不是好人局了。何呆呆跟丽丽动了双刀。何呆呆刀的是太医，然后巧克力刀的是周小笨，好吧？我去了。哎，我想想啊，何呆呆刀完太医没报警，何呆是铁狼，巧克力刀完之后。啊，不是，算了算了，何呆呆跟巧克力动了双刀，好吧，我过了。林还在吗？没看啊，上绑票去了，跳个票吧 ，Go。恩姐正义，小李警长呗。要不，我跳票了 ，Go。那就直接点票，呆呆。不要等他们去。我都呆呆出和呆呆啊，然后那个十八 Z 是链子，他通讯任务做好了，刚刚在我脸上爆开了。老厨子又在外边乱晃，老厨子啊，到处晃，我吓死了。哎，没事，交给我，我跟人姐对完道了。嗯，行，算他孩子的，你过来了，来来来，过来了，丽丽过来了，丽丽。拉起加油，拉起加油，拉起加油！你干什么？为啥不去、啊？刀丽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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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温柔了。为啥？我不想对你温柔了，我生气了。为啥？我记错了，我操！我操！哦，他下来了，哦，终于对了。我为什么不做任务呀？那出丽丽吧，我只是想试一试。那出丽丽吧，过了。为啥要出力呢？我不出。你是警长是吧？好，你等着啊。好蛋子，不管。哎，厨子都一样，说老厨子是刺客狼。我操，还好你拉铃，要不然我就成为他的刀下亡魂了。厨子都一样，拉起归票呗。我过了。哎，为啥不做任务呀、啊？这铃给我拉的有点猝不及防了。说实话，我都想好了，招一个进来拍景。老厨子是刺客是不？你既然能刺到恩姐了，那应该知道小李了吧？给他狙了吧？哎呀，我过了。那就出丽丽，那让老厨子狙，好吧？出丽丽过。啊，不先出刺客狼吗？小李点老厨子啊！老厨子是刺客，他刚我跟他说了点老厨子难受，因为老厨子会打洞。啊啊啊
没想到吧？没想到啊，那几个，这是怎么算到的？我掐指一算，我想到了。但是我是复仇啊！去你的，三弟，三弟，哎，哎呀，你对我是警长，我是，哎，你的团团转，哎呀，我掐指一算，牛啊，这都能算到，怎么算的？因为我是警长啊，那他举小李不倒在那边跟秃鹫唠嗑呢，跟你自己也看一下任务啊，我的喵的！我不能，我任务都做完了，也就是秃鹫是这个刺客，要不然肯定先去。哦，原来拉奇哥是警长啊！哦，是的，我还插眼。哎呀，确实，巧克力酱，莉莉孙，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中。哎，那个谁是警长？对啊，那还不拘警长？你为啥不拘警长啊？对啊，这什么反操作？恩姐都开一刀。